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Della 好，大家好。嗯，这个星期呢个收到个新闻呢，就是赌王啦何鸿燊呢就啱啱离世啦，就享年98岁啦。咁但追查返资料嘅时候呢，佢其实就好似喺88岁，好似差不多都成10年前嘅时候呢，就一次跌倒之后呢，就好似就中风啊，又坐轮椅啊，出去入医院呢，长期其实都喺医院嗰度啊，咁样嘅。咁呢其实而家我哋咧，全球都面对紧咧一个人口老化嗰个问题啊，尤其喺即系譬如喺中国嗰度嘅时候咧，咁亦都咧喺个人均嘅寿命咧又不断咁样喺度提升紧啊。咁香港好似女性嘅人均年龄都去到差唔多86、87啦，男性系82咁。咁而喺中国大陆咧，2017年佢哋计算出嚟个人均年龄咧都有去到有76.47岁啊。但是好得意喎，如果喺中国建国当初嘅时候开放嘅时候，喺1949年嘅时候呢，佢哋其实嗰当时呢嘅人均年龄呢都大约系45岁到喎。但去到1980年呢就一返呢就返到咗呢成加多咗成16年呢去到人均年龄去到61岁喎。咁究竟而家嗰个即系全球嗰个情况上面呢，喺嗰、那个即系好容易都有啲百岁嘅人寿啦，譬如好似我哋香港啊邵逸夫爵士咁啦，佢离世嘅时候已经系107岁嘅，咁其实都好容易揾到啲百岁人岁喎。咁喺呢个方面度，曾经有朋友亦都问过啦，百岁人岁究竟系即系一件好事啊，定系一件即系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啲都系一件悲哀嘅事啊？袁医生，你点样睇呢个问题？嗱，咁啊，最近我喺网上咧，亦都睇到个报道，咁就好似讲一本书嘅，系讲100岁嘅人啊，应该系关于日本嘅咁。系。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日本系。过去近年来是可以这样讲，是以一个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地方来讲，就是人，就是那个人，那个人是老化都很犀利的。咁好像说呢，有些区域呢，差不多1/3的人呢是已经65岁的。好啦，咁其实那本书讲什么呢？其实那本书原来呢，讲述呢，原来在日本呢，发生一些的，有一种的好悲惨的现象，就原来呢在日本呢，每一日平均有3宗呢是仔女呢是杀父母的。啊，咁严重。是啦。咁原来点解会发生现在这个情况呢？咁因为原来在日本这个人口老化的情况之下呢，好多时候呢仔女呢是要照顾佢嗰个年纪大了，但是呢是多病身体差的父母的。其中他有一个讲，就是讲一个有一宗的个案呢，就一个家庭，那个仔大概好像40几岁这样，那就有一个父亲就是就是年纪大，但是有很多病，咁佢就要差唔多全职咁去照顾嘅。咁早期嗰个老婆呢，个仔嘅老婆呢都要参与嘅。要大家要帮手去照顾呢个老人家。咁最后尾嗰个老婆，佢个老个仔嘅老婆呢，就即係觉得係即係吃不消啦。咁就揀就离开咗个仔。即係嗰个即係走咗㗎啦。咁自个呢个仔呢就唯有独立呢係要照顾呢个老人家。但呢个老人家要照顾差唔多係用晒你嘅时间，用晒你嘅精力，你其实你乜都唔使做啦，就系照顾佢。咁当然啦，好多年之后咧，个仔都发觉咧，自己已经冇生活噶啦，即系睇唔到前途噶啦。咁佢一日佢嘅要照顾佢老豆。
结果咧，佢就觉得咧，佢唯一个新路咧，就系将即系将个老豆咧，即系个生命即系结束咗佢。咁佢就几次咧，就想攞刀去斩佢个老豆，但系几次落唔到手。咁第二日又再嚟，又落唔到手。咁最终咧，佢就碾死佢老豆嘅。好啦，咁呢件案咧，就当然系即系上咗法庭啦，被审啦。咁嗰个法官咧，都听呢、這个聆听呢个案咧，都觉得好伤感，都一路要流眼泪。因为法官本身六十几岁噶，即系佢可能呢、這个佢都好同情呢、這个呢、這个嘅人嗰、那个嗰、那个问题。咁跟住又另外有佢嘅报道咧，有一宗咧就有。一个四十几岁嘅女，就带咗佢两个年纪老迈嘅父母咧，就去河边咧系浸死咗佢哋嘅。咁、其实佢初初谂住咧就三个一齐死嘅，就唔系净系老佢爸爸妈妈浸死就算啦。但系咧佢就被救翻，咁啊医署咧就知道咗嗰个情况咧，又系咁，即系佢根本系佢父母年纪大咗，身体好差，要照顾，咁佢就冇嘢做得，只系照顾佢两个父母。系咪？咁所以咧，原来呢个现象咧，我哋都知道日本人咧系嗰个，大家去日本旅行咧都成日都见到嘅，好多啲日本老人家咧喺都喺度揸的士啊，或者喺嗰、那个车站里边啊帮手啊，即系睇下啊咁样，咁未必有时候打点下啦吓，即系唔会话好唔系好粗鲁嗰啲清洁工作嘅。咁好啦。咁原來日本咧係嚴重到咧係每日平均每日有三宗呢啲咁嘅個案嘅。咁原來咧佢話而家我哋嘅人咧係平均壽命咧係真係咧係不斷咁上升嘅。啊，首先都係你頭先所講嘅中國個情況啦。咁而家所以中國咧都稍微發現咗咧，而家嗰個人口政策咧係會好大問題，係咪？因為一個細蚊仔要照顧一個要照顧兩個四個係嘛？最高六個，對一個都要照顧六個咁樣嚇，即係根本係唔可能。咁所以中國咧都開放咗呢個嘅政策啦。咁就希望即係容許啲人即係自己多生幾個嚇。咁但係結果都啲人都唔冇乜點生嘅嚇。咁原來個情況就係咁嘅，喺而家嘅環境咧，差唔多每十年咧，我哋嘅平均人類嘅壽命會多咗兩歲嘅。咁佢話咧，如果你而家係二十歲嘅人咧，你有一半嘅機會咧，你會活到100歲嘅。OK， 咁如果你而家係40歲或者45歲嘅人咧，你有一半機會咧，你係活到95歲嘅。咁即系话咧，将来预期嘅咧，嗰个人口即系个人嘅寿命咧，系会长好多好多好多嘅咁样。咁所以咧，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当好多人都系活过到100岁，好多人唔系净系香港嘅邵逸夫吓。咁到时呢啲啲老人家，如果身体系真系好多问题唔健康嘅。是需要人照顾呢，咁我有几多嘅资源呢可以用喺照顾呢啲老人家呢，咁呢个就係成为呢个问题。好似呢一本书咁样写咗出嚟呢，係即係揭露呢个问题嘅存在嘅。咁当然啦，那个解决方法点呢，你话喺日本，咁日本冇人口嘅个节制㗎嘛，係咪？即係细蚊仔要生几多就几多。咁係其实呢嗰、那個生育嗰個比例咧都好低嘅嚇、其實全世界喺發達國家咧，基本上都係呢個同樣嘅問題嘅啊，即係細蚊仔咧生嘅後生嘅人生細蚊仔越嚟越少，咁嗰個老化咧係好普及嘅，好似意大利咁今次疫情重災區，亦都係比較人即係年紀大嘅人比較多，所以多病患慢性病嘅人都比較多嘅。咁好啦，咁但係咧佢嗰個呢、這個嘅。片段咧，咁亦都講咧，其實咧，嗰個問題咧，就應該咧係如何令一啲老人家咧保持健康嘅身體，即係唔好諗住咧到咁上下咧，你年紀大咧，你一定要老化，一定要受人照顧啊，或者直情係即係變咗個完全冇用嘅人嘅。咁佢就講出咧，其實我哋都認識好多啲人啦，
保养得很好的。啊、其中他有讲一个呢，我相信网上有时候见到的，一个白发的老人家，头发很长的，有须很长的，但是呢他就很 fit 的，周身是肌肉的，他都差不多成好似八十几九十几岁的、即是 fit, 他操得很好的。咁讲他呢话他六十几岁才开始的，即开始呢进行那个 keep fit 啊，操 fit 咁样。咁香港亦都好多啲、比较、出名嘅艺人啊、明星啊，咁亦都你睇到有啲五十几六十几岁㗎啦，咁但都系保持得好好㗎。咁所以呢嗰、那个你可以同样年龄嘅人呢系一批可以变得相当好，保持得好，但一批呢系好差嘅。咁所以嗰个问题就系点样呢，咁我即系觉得好明显啦，其实我哋而家啲人呢系真真正正要开始呢系关注呢系如何保养自己。即是不要到自己呢老的时候呢就成为那个小朋友那些负担的。嗯啊、我最近跟那些、同即是朋友大家聚会经济啦，那我知道呢我们那班批呢大部分已经退了休了、已经退了休没多久了。但是说呢都是说他们父母的健康问题。嗯啊、其中我朋友昨天吃饭的时候呢，那他就他妈咪就打电话给他，吃了饭又打电话给他。咁佢就话：，诶、哎，得噶啦，我好快啊，我食咗饭，我就会嚟过嚟探一探你噶啦。咁、我记得以前咧，同亲戚出世食饭咧，佢都好快咧就要早走嘅、因为要探个妈嘅。咁佢就话咧，其实个妈咧可能系疑病狂嘅，即系 hypochondriac 嘅人嚟嘅，成日东唔妥西唔妥，咁啊带佢睇医生咧就系即系睇唔出咩嘅问题。咁、当然咧，佢哋大部分都系有啲所谓唔同嘅慢性病啦，食紧好多西药噶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咧，佢个即系佢哋唔系怀疑啲疑病狂，系只不过真系唔舒服嘅，系、咪？即系好多人真系有啲唔舒服，尖寒尖冻啊，啲跟住冤冤痛痛啊，咁、即系咁样呢个情况之下，咁但当然啦，你去检查就检查出冇咩嘅，即系现时嗰个啲系啦，现时嗰啲所谓嘅尸检啊，用西医嗰啲嘅方法，唔系一个全人嗰个嘅嘅，即系你系睇唔到佢有咩大病，但系咧你唔能够咧令佢哋咧系。健康是即加强的。在、加拿大就一般的讲就是讲一讲什么呢，怎么安排老人院，怎么安排那些这样的地方。咁之前有啲老人要等的嘛，有啲用特想办法啦，不是只是钱可以做得到的嘛。咁所以你看到现在的题目呢都是这样讲这样东西的。咁我觉得呢当然啦，其实真的最真正有效的方法呢是怎样令到老人家呢是年纪大而健康继续保持得好嘅、，OK， 咁我自己好彩嘅吓，即系我自己诶，爹哋妈咪咧，啊，我爸爸咧都系活到差唔多一百岁啊，差两个月啦，咁啊十足一百岁嘅，咁佢都系坐喺度走嘅，喺屋企咁样啊，食饭啦，咁佢就去坐洗手间坐喺度咁样样，咁佢就走咗噶啦吓，咁、我妈妈都系都九啊七岁嗰阵时候咧，朝头早去银行攞钱啦，因为要搞利是啊啲咁嘅嘢啦，咁就翻到屋企咧，佢就即系瞓一瞓晏觉咁走咗嘅，即系两个都系无疾而终，即系从来冇俾我任何嘅麻烦嘅吓，即系我所以我呢方面好彩嘅，咁但我知道咧，其实好多人唔系咁嘅，好多时候咧到咁上下咧，佢嘅父母老化咧，佢真系要花好多年嘅时间咧去照顾佢哋。咁先至令到佢临终走咗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啦。喺即系希望唔好似去日本，你估唔到吓，每日有三宗啊，讲呢个唔系讲少啊，每日有三宗嗰啲仔女要杀咗个父母嘅，因为佢哋跟你唔掂。咁我早期都睇过啲戏咧，就话即系唔知系真系假嘅啦，系我只讲啲我斯基摩咁样吓。咁、啲老人家咧到咁上下咧，佢就自动咧自己去搵地方，搵地方系俾狼食咗啊，诸如此类。咁我而家睇到好似觉得好阴公嘅，咁但係真係有啲地方嗰个民族呢嗰个习俗你真係有人咁做㗎吓，咁但係我当然呢希望呢，因为我哋係唔需要老咗之后唔需要病，我又绝对有能力，但好可惜呢喺我哋嘅现时嘅医疗嗰个制度之下呢，呢方面嘅资料呢係啲人呢係即系接收唔到嘅吓，即系我成日咁讲啊，自由咁，当然自由好紧要嘅，但系我哋嘅资讯自由啊，医疗嘅资讯自由咧，其实系好关键性嘅。咁所以我哋个认为咧，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咧，都系咧系想办法咧系点样保持自己健康，提升自己健康，到最后咧能够无疾而终。嗱、咁我有阵时候啲病人都嚟我哋个诊所啦，当然啦，我哋嘅诊所的名字叫大康自然健康中心，你记住是自然健康中心、
大项，全部冇讲病嘅。咁但好可惜啦，即系大部分嚟嘅人咧都系病得好严重啦。啊，啲所谓啲人哋医唔到嗰啲束手无策嗰啲慢性病啊，咁一半我哋啲 patient 都系 cancer patient 多嘅。咁好可惜嘅。咁但其实咧，我哋成日都强调咧。我哋系唔单止系可以医你嗰啲所谓疑难杂症嗰啲啊嗰啲嗰啲棘手病啦，其实我哋可以咧系令到你咧系达到一个高嘅健康嘅状态，呢个系我哋嘅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系有能力做，而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咁样。咁好啦，咁所以个关键就喺呢一度。我记得好耐之前咧，我曾经去一个一个讲座，佢好似 Club O 嗰度咧，我去讲一个嗰、那个演讲啦。咁、那个话题咧就系、是如何咧可以活到100岁咁样。咁我就惯例即系初初谂住一开波我就问在座嗰啲观众啦。咁有边位咧就系、是想活到100岁嘅，请举手咁样。咁我哋初初我就谂住哇，个人都。即系会举手啦嘛，系咪？个个祝人哋都系长命百岁，系啦，恭祝你啊，长命百岁啊，成日讲埋晒呢啲咁噶嘛，系咪？咁即系我谂住个人都好想活到100岁、啊，点知咧，霎时之间冇人举手，咁我都呆一呆嗰啲，哎呀，我就谂唔起点解会冇人举手，咁跟住个后生仔咧就开始举啦，咁样，咁结果举手人系好少嘅，咁我就当然问佢哋咧，点解你哋唔想活到100岁咩？咁大部分人都话咧。他们不想活到100岁，因为他不想呢年纪大的时候是老受苦病这样。所以呢在大部分人的经历的 意识里面呢，到年纪大的人呢都要病一餐死的。但我觉得是很可惜呢，其实不需要的。那我又见到很多的例子呢，人呢是可以保养得很好的。在那个片段里面呢也都讲、有讲一些、老人的，譬如好似沖繩島，沖繩島係即係日本有兩笪地方咧，係嗰啲人特別長壽嘅。咁沖繩島係其中一個嘅，其他地方多數咧喺地球上好多啲長壽村咧，都係啲高山啊嗰啲嗰啲荒野啲嘅地方，啲人嘅生活好簡朴，亦都好刻苦嘅，通常都好比較刻苦生活嘅。咁但係咧，佢哋嗰個生活習慣好簡朴，食嘢好乾淨，好完全，好天然嘅。咁但係沖繩島就唔係嘅，沖繩島喺水，即係喺嗰個水平線嘅地方。咁佢係沖繩島嘅老人家係特別多嘅。咁當然好多外國成日都有啲節目咧，去探索啊，去訪問佢哋啊咁。咁喺呢個片段咧，佢睇到咧。就有一个舞蹈团咧，就沖繩島嘅嗰个平均年龄咧系85岁，平均年龄啊，咁咧就如果想加入咧，你要到年纪够大先俾你嘅，你70岁咧做学徒嘅啫，即系未有得俾你嘅吓，即系你可以做学徒 trainee 咁样，咁慢慢你就开始学，咁就佢哋就原来咧喺日本咧就巡游表演。咁每次咧都成可能成好多人，成20000人嘅观众嘅，你咁多嘅。咁佢通常咧就表演嗰啲舞蹈啊、歌唱啊，咁啊跳嗰啲即系嗰啲民族舞啊、坊间嗰啲嘅沖繩島嗰啲舞。咁将你嘅睇到咧，即系呢一个几严重嘅问题啊！我哋系要面对得到嘅。OK， 咁好啦，咁我哋点样希望咧系可以咧就系、是、令到自己咧？是年纪大但都冇病，最终是无疾而终呢、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懂得怎样去照顾自己。但你知道大部分人呢都走错路、即是对自己健康的照顾方面呢都是走错路，走错得很严重的。其实我从大家同我啲同我 page 病人里面呢，我通常我都成日都跟他们讲一个很基本的概念的。第一，我要了解呢我们的身体呢是什么做出来的。有些人问他的问题呢，他就以为一个是很 trick question， 他想很久都想不到，水啊什么其实我就再给个 hint 他、给个提示他，他说 BB 仔出世了，他会做什么呢？是怎样是养大他呢？喝奶咯，是不是？喝妈妈的奶啦，是不是？最简单的。咁即系话咧，到佢成个成长过程咧，我哋嘅人嘅入边嘅所有嘅部分啊、器官啊、组织啊、血啊，乜嘢都好啦，细胞全部系咩咧？系食物嘅营养造成嘅。OK， 呢个系食物嘅营养系做我哋嘅身体嘅所有部分嘅。咁我就有个我张台系木家私嚟嘅，咁我敲木家私。咁嗱，呢个木做嘅家私。咁如果呢个家私坏咗啦，咁我要即系。
即系维修下佢。咁我用咩材料咧？咁咁当然佢会答到啦，梗系用翻木啦，系咪？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话咧，其实咧，我哋嘅大部分人咧就唔识得咧，唔明白咧。其实当我哋身体有问题、有病嘅时候咧，第一个治疗工具咧系维修波工工具咧。其实是应该是用食物的、嗯啊、食物的营养的、啊、营养的补充剂的。所以医学上呢经常有这种讲法呢，食物是最好的药物。这个就是医学之父呢希波格拉底的名言来的、啊、食物是最好的药物。在中医那方面呢都有一种有一个讲法呢，就是医食同源。Okay? 所以看到呢大家 都认可呢，就是一个世界两大主流的自然医疗、嗯、中医啊和西方的医疗呢，希波格拉底所提倡呢都是讲过呢是、身体那个是最好的医药呢是用食物的。那但问题呢就大部分人就不是这样的。即是现在绝大部分人呢、嗯、是会用什么呢，就是用药啦，化学药啦，用啲用啲大部分都用主流嘅用嘅所谓西药啦，系咪？咁、嚟到去搞个即系去搞个身体嗰啲毛病嘅、嗯。好啦，咁大家有冇谂到咧？其实咧，而家我哋所大部分人都用嘅药物咧，其实呢种药物咧系属于一种叫做专利嘅药物嚟嘅，吓，即系 patent 嘅。咁好啦，要将一种物质成为一个专利嘅药物咧。这种物质呢是一定要符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呢，这样物质呢是不能够是天然的。就是说呢 在自然界呢是从来没有自己存在的。嗯、即可以这么说呢，是无中生有的，硬硬做出来的。它是自然界是没有自然存在过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专利、哦。那如果你说自然界的那些物质给你可以做专利的，咁你咪控制晒攞晒，係咪人哋唔用得，咁而家可能唔可以㗎啦，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呢就呢种咁样嘅嘅准则，呢种咁嘅法律出现咗啦。咁好啦，咁何为嘅呢啲咁嘅所谓唔天然嘅物质呢，喺自然界唔出现嘅物质呢，肯定唔係我身体一部分，从来唔係我身体嘅細胞啊、骨啊、任何地方嘅一部分嚟嘅。ok， 咁呢种嘅物质呢，我哋成日有一种形容嘅形容这个物质呢叫做生命的异物，异常的异物、嗯、英文叫做 xenobiotic， X-E-N-O， xeno 即是意外的，即是异常的东西、嗯、biotic 的生命，即是生命的异物。即是说你用你的常理想想呢，有没有可能呢，当你身体有事的时候呢，你用一种属于生命的异物的自然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质呢，是加入你的身体，你吃了注射了进去呢，是令你健康呢？其实可不可能呢？其实是不可能的、嗯啊、它是不可能会令你健康的、啊、好啦，但是那些人说不是啊，我们都经常用 啊， 啊，很多时候它有些作用的，是不是、嗯、我说是，它当然是有作用的。但是你记得呢，其实当一种的化学物质发现在你的身体产生一种什么作用呢，令到你的那个血压会跌下去的，骤跌的、嗯，咁呢种嘅作用未被利用做作为一种降血压药咯，系咪？咁、如果呢个嘅药物咧入咗你身体咧，系令到你个身体突然之间咧嗰个体温系跌嘅，咁、未用，咁点样应用咧？未用喺一种所谓退烧药咯，系咪？好啦，如果佢令到你唔痛嘅，咁咪止痛药咯、嗯；令到你冇咗知觉，咁咪麻醉药咯，系咪？咁系啦，咁其实我哋真系用紧呢啲咁嘅化学药咧，系达到呢啲嘅目的嘅。但系你记住咧。这些目的呢是不可能长期用下去的嘛、嗯、是不是？那好啦，那你说 要开刀，那好彩啦，我们有些麻醉药啦、啊、那些麻醉药呢令到我们呢是失了知觉，那我们可以进行开刀。那但这个讲的是几个钟头你要苏醒的啦，你不可以这样继续昏迷下去的嘛， 是不是？那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这些这样的化学的药物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利用的。但通常呢，记住呢，只是在一个短暂的情况、嗯、或者是一个或者创伤性紧急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使用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寄望呢这些这样的化学物质自然界从来没有出现 的药物呢是最终会带来健康的。嗯啊、那这件事真的要大家明白。咁所以你问翻大家你自己认识你嘅周围嘅人或者自己咧，有啲某种病啊，譬如糖尿啊，或者高血压啦、啊，或者心脏有问题啊，或者类风湿啊，诸如此啲咁嘅所谓慢性病咧，系食紧药嘅人咧，你有冇认识一个人咧，系食到最后咧，那个病系好翻嘅啊？系咪十年之后会好翻咧？二十年之后会唔会好翻咧？其实咧，基本上咧，绝无例外咧，大家个病咧唔会因此用呢啲咁样嘅
专利嘅药物咧嘅西药咧，系令你根治咗你个病啊，你系唔会嘅。咁你只系一直咁食食食食食，直到死嗰日、嗯。你一唔食咧，你一停食咧，你个病咧就走翻转头噶啦。咁好啦，咁其实呢个系一种系好恶劣嘅、好渣嘅解决嘅办法，系咪？即咁。咁但系一般人咧就要俾人洗脑咗咧，佢话咁我要控制佢啊嘛，嗯、我哋控制咗咪得咯，系咪？咁但系我觉得你系想控制佢、打压佢、禁住佢啊、舒缓佢咧，或系真系医好你嘅身体咧，系、嗯、咪？咁但系大部分人都冇呢个概念嘅吓、啊，都唔明白嘅。其实你真真正正要嘅系健康，健康嘅人咧系冇限制，即系唔会有因为痛啊、唔喐得啊、僵紧啊。或者情绪的波动啊、抑郁啊，咁呢啲咁样嘅，即系种叫限制噶嘛、嗯。健康又系冇任何限制噶嘛。咁所以你作为一个医疗消费者、啊、你应该去明白咧，你个目的咧系要健康，健康就系结果咧，你嗰个问题咧系回复翻即系正常吓、嗯啊，即系个身体自己可以啊处理糖分啊，个甲状腺自己可以啊产生翻足够嘅嘢，你的关节咧可以润滑翻，可以平时嘅喐动啊、行路啊。咁呢啲先系你个最终目的啊嘛，就唔系为咗攞个药物咧，系揿住佢。咁你知道咧，所有呢啲药物咧，系一定有其他嘅作用嘅。其他嘅作用咧，就所谓叫副作用啦。OK， 咁啱用嘅就叫作用，唔啱用嗰啲就叫副作用。其实所有药物咧都好多作用嘅。咁当然咧，就唔啱你用嗰啲咪副作用咯。咁所以大部分人嘅经验咧，都系咧，即系食一种嘅药物，跟住咧。禁咗某种症状，但佢副作用咧引发其他啲问题，跟住你用另外个药物咧去对付嗰个其他嘅副作用嘅问题，咁所以啲药咧系只会越嚟越食越多嘅，系从来每人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少嘅。咁呢个就是我哋而家嘅成个医疗嗰个一个好大嘅困境。嗯，啊，咁呢个咧可以个问题咧可以话系全世界性嘅全球性嘅问题嚟嘅，啊，唔系净系香港，唔系净系中国。OK， 咁但系我哋系咪？我哋即系能唔能够继续咁落去咧？可唔可以负担得到咧？咁你睇日本咧，已经出现呢啲咁嘅人间嘅悲剧啦。咁将来嘅中国嘅即系个人口老化嗰时候咧，呢啲咁样嘅医疗嘅消费咧，系跟住系只系越嚟越高嘅。因为你始终你用一啲方法咧，系所谓治标不治本、副作用多多方法咧，你只能够即系你个健康系唔会因此而回复翻。咁你只能继续用、继续做、继续做。咁结果咧，个医疗消费咧系。即系可以咁讲咧，系令到成个国家咧一个好大嘅，即系维系唔到嘅。咁好啦，咁所以咧，其实成个解决嘅问题咧，我哋开始咧就要认识吓、啊，认识一个正确嘅方法嚟到处理我哋嘅健康问题。咁我话咧，其实成全世界好多种医疗嘅，其实每种医疗都有角色嘅吓。咁、啊、我觉得喺而家嘅所谓大家认识嗰啲所谓西药啊。主要用开刀啊，用啲化学药咧，其实佢唔系完全冇帮助，喺嗰啲创伤性嗰啲咁样嘅紧急嘅创伤性咧，你系需要麻醉，你需要开刀啊，你需要止血啊，你都需要输血，咁即系呢啲咁嘅，咁亦都可能咧需要一啲嘅深入啲嘅检查啊，咁样，咁呢个系需要嘅，咁但系呢个咧唔系一个最全面，呢个只不过系人类即系文明地方社会所需要嘅十分之一啊，即系呢种嘅服务咧喺呢方面系好嘅。咁中药咧，我觉得个整体嗰个医疗嗰个范畴咧系广泛好多啦，只医有只医嗰个嘅医疗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范围啦，系咪？咁如果呢个问题咧系开就系出自你个脊椎啊，嗰个受到半缺靠啊，唔好话直接移位啦，通常都系脊椎咧系受到压力嘅半缺靠嘅情况咧，咁当然有个脊医嘅手法咧系帮你舒缓得到嘅，咁、但当然呢个属于一部分嘅啫 ，OK？ 咁所以我哋其实咧系要解决嘅人类健康问题咧，我哋一定有一个自由，即系而家新嘅香港人冇自由，冇自由，其实一个香港人真系冇自由嘅地方系个医疗冇自由嘅，啊，好多人完全都唔知嘅，亦都冇人去抗议啊呢啲啊，完全因为佢根本都不知，即系完全唔知道我哋已经系冇咗呢个自由嘅，咁如果我哋冇翻呢个自由。嘅时候咧，我哋将来嘅面对嘅问题咧系好严重吓，冇个中国，而家日本已经好明显啦。其实香港都系慢慢地一路见到呢啲咁样嘅现象嘅。咁香港嘅老人家咧，比较上咧，即系而家差唔多以个地域性啦吓，香港已经系全世界最长寿啦、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啦咁样。咁但系以前都同大家分析咧，点解香港人会咁长寿咧？因为香港嘅因为长寿嘅其中一个同埋健康其中一个。个条件咧就系、是、嗰、那个精神状态吓，即系香港嘅老人家咧就
就唔似外国咁咧，系俾孤立嘅吓，即系有时喺西方国家咧，好多老人家咧，真系咧就即系好孤独嘅吓，即系小朋友有地方大啊，地方大到咧系你真系想探下老人家系唔得。好似我哋香港嗰个咧就唔同嘅，大部分住得好近嘅吓，即系我哋好似我呢个朋友咁样食食一饭咧，咁佢就佢妈打电话俾佢啦，咁由佢妈住喺下边嘅啫，咁所以咧就日日都可以行去咁啊同佢倾下，咁我自己嘅表弟都系嘅，同佢个同阿姨一齐住，咁佢就真系全面咁照顾佢嘅，就退晒休噶啦，基本上就成日就照顾阿妈咁样，咁就始终香港嘅地方咧系即系即系细啲啦，咁大家嘅人咧就成日有机会接触到啦，即系唔会咁孤独吓，咁呢个就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因素。咁当然咧，香港一个比较富裕嘅地方啦，食物啊充足，嗰、那个居住环境啊都好安全噶吓，咁所以睇到咧，咁香港嘅天气咁好吓，有咁多太阳啊，系、咪？所以我觉得对付呢啲新冠病毒最紧要就出去晒下太阳，就唔系焗喺屋企啊。咁而家最近嘅大家已经听到嘅资料啦，咁到底已经好多人质疑嗰个封锁有冇帮助啦？因为其中一个发现到咧，其实原来咧好多时候咧。中招的人咧，系即系所谓病倒的人咧，60%喺屋企嘅，啊，即系已经封锁期间出现咗。咁而封锁之前同封锁之后咧，其实都冇乜大嘅分别嘅，都系要经过一群人受咗感染，跟住最后嗰个群体免疫出现咧，咁呢个先会真正会过嘅。如果你夹硬用个封锁，夹硬嚟到拉低嗰个所谓嗰个 curve 咧，其实系拖长咗嘅啫，吓，你结果你一样系咁辛苦嘅。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咧系即系我哋面对嘅好多嘅问题咧。就包括我哋当我年纪即系老化咗啦，我哋嘅健康问题会越嚟越严重嘅。OK， 咁好啦，咁亦都有人去问我哋啦吓，即系到底你而家嘅医疗嗰方面咧，你哋吓、即系你自己有四科医疗嘅背景噶嘛，好犀利噶咯，全世界可能都唯一一个医生有四科医疗嘅背景嘅。咁系咪全部啲病人都可以搞掂咧？其实好可惜，大家唔了解咧、其实咧。一个医生咧，系指一个医疗过程里边嘅扮演嘅角色咧，系四分之一角色。其他嘅角色咧，就个病人嘅本身态度，系咪系一个好积极嘅态度，好诚恳嘅态度，好紧要嘅。啊，病人唔系走嚟吓吓我啊，试下你啊咁样样。啊，即系人哋医唔到，我睇你医唔医到咁样样。咁咧就呢、这个系呢、这个嘅态度系，即系系一个咁样嘅态度系好难搞嘅。第二就屋企有冇人即系 support 住啦，系咪有冇？支持佢啦，话唔喺度反对佢啊，咁今日搞到咗好多心理好多压力啦。咁第三就有医生啦，即系医生系咪真系有咁嘅能力，有咁嘅本事，有咁嘅技术，有咁嘅工具，系可以帮到呢个病人咧？咁最终咧，第四个条件咧，就个病人咧要跟唔跟随个医生嘅指引去做啦，系咪？因为始终我唔系做气功噶嘛，我唔系可以远程可以放气功医你咯。其实我只不过我俾好多建议你，我好多指引你能够你。但你都要做啊，即系呢个健康系一个漫长嘅道路，尤其是我哋嘅病人，多数啲慢性病人，咁我通常系一个过程嘅，跟住过程咧，呢条道路咧系要佢自己行嘅，啊，即系我咧就唔可以帮佢行，我亦都唔会孭佢行嘅，只不过咧我就喺从旁咧系指引佢，睇实佢，唔好行冤枉路，好啦，咁即系话咧，一个人健唔健康咧，其实好多条件都要符合。就唔系话一个医生有个好叻嘅医生出现，我谂全呢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叻嘅医生嘅，咁但系咧系唔够嘅 ，OK？ 咁、我其中有一个，我将来有机会再同大家介绍啦。咁有位有一个我哋有好多医癌嘅工具吓，喺我哋嘅公司里边咧，我哋都差唔多一半嘅病人都系属于癌症嘅病人啦。咁其中有一个医生咧系 Doctor William Donald Kelly， 咁佢嗰个医癌嘅方法咧有成93% 成功嘅。但是他说呢如果个病人跟足晒个病人的身体不是太过伤残到是无可救药呢跟足晒乖乖地做晒呢有 93% 成功的。在我这么多种的医癌 的方法里面呢 ,Dr. Kelly 的方法呢我觉得是个成功率最高的。他也都写到一些书啦也都有人去调查过他访问过他的病人呢是证实呢他所讲的是真的。好啦我希望咧，将来咧，我会大家咧就一样一样咧，同大家介绍啦，不同嘅好嘅治疗方法。OK， 咁好。系啊，咁其实咧，最终咧，头先阿袁医生讲过啦，咁个日本一向咧都系比全球嚟讲都系一个即系人均寿命咧比较长嘅，以往嚟讲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国家咁但系好可惜咧，而最近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情之后咧，而令到有咁多嘅一啲嘅即系家庭嘅悲剧啊啲嘢咁样样啦。咁香港咧，其实就相对头先亦都提过啦，系啦，个自由度好大。
但是唯一嗰个嘅医疗嘅选择咧，其实就俾就系、是、限制咗啦。咁所以咧，而一般人咧都系会将嗰个咧系长寿健康，其实亦都系混淆咗嘅。我哋都可以咧系可以有一个好健康嘅长寿嘅。咁每一样嘢都系要自己做起嘅，即系你可以系由后生啊啲嘅时候就应该可以咧系点样去注重嘅，就唔系净系话咧去避免唔好病嗱，唔好病梗系会计啦，但系病咗之后嘅时候咧，你要点样样去处理嗰个病征，点样处理嗰个问题咧，先至系最重要。咁跟住病好咗之后咧，系点样样将你嗰个健康再提升翻咧，就更加重要啊。咁如果系可以达到呢一点嘅时候，就可以咧，可以好似做到啊袁医生头先讲嗰啲啦，我哋就可以系有一个好好健康快乐嘅一个长寿嘅人生嘅，就唔需要话真系好似要年老就等于咧系多病噶啦，系咪？嗱，好多时候咧喺我哋嘅诊所里边咧，成日见到好啲嗰啲仔女吓，即系系带佢嗰个严即系有病嘅啲父母嚟嘅，咁好多时候咧，大家成日见到个现象咧。很多时候呢那个父母呢就不是好觉得呢要用钱啊来到医自己呢是好嘥钱的。咁、啊、很多时候呢亦都不是好合作的、啊、因为个金钱方面呢。咁好多人不明白呢，其实你现在用的钱呢其实不是你的钱，是医院的钱来的。如果你现在不用在自己身上呢，你将来就给晒医院的了。咁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应该关于中国大陆的。现在中国大陆呢有 95% 的人是病死的。20% 的人呢临后尾呢就用很多钱在那个急救啊，然后是搞到自己那个破产的。咁而差不多60%的70%咧，家庭嘅成员咧就要夹钱嘅，系依屋企人啦咁样。咁所以有时候咧，即系父母系爱小朋友嘅，但好多时候咧，佢唔明白咧，你要爱嘅小朋友咧，其中一样嘢咧就要好好咧系投资喺自己健康身上。即系你嗰啲钱咧，你就俾遗产佢冇乜意思嘅吓、即系你因为过程里边咧，佢哋好辛苦。我真系见到啲好多好孝顺嘅男女咧，都系喺度带佢年纪大嘅父母嚟，咁亦都挨佢哋嚟啊，要氹啊，又剩啊咁。咁而好多时候咧，那个父母咧就谂住咧，哎呀，唔好嘥我啲细蚊仔啲钱啦，唔紧要啦，我都咁大年纪啦。最大问题咧，你唔系咁大年纪，你就要走就要走啊。好多时候咧，当你年纪大到多病嘅时候咧，你就会连累你个小朋友嘅。咁所以你真系爱护你自己小朋友咧，你真系咧就要好好地咧，系即系花啲资源咧，系照顾好自己嘅健康、就唔好谂住咧就悭嗰啲表面嘅钱啊。咁而我嗰啲后生嗰啲都系啦，我都觉得咧，即系你唔如果你唔想办法照顾你自己健康，即是父母的健康呢，到后你父母呢是多病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个问题呢个年就连累到你自己的。咁、所以健康是无价宝。好多人都懂讲，但好多人唔懂点做。是。Okay?做到嗰时候呢，大家就唔知道啦，就会又要左度右度啊啲嘢咁样。所以呢其实呢每个人的健康都是要从自己的方面去开始的了。中医都讲过了，病向浅中医，就是当你有小问题的时候，你要找一个正确的办法去处理了它之后，又再要看回怎样去改善你那个的生活，或者好像刚才讲过了，我们身体健康是由我们的食物营养的方面来到就是发展开去的。那要再看看自己改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什么东西，从而咧可以咧将呢个嘅问题咧去逆转翻嘅，即系喺我哋嘅自然医疗里边咧，我哋相信咧人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生命嘅自愈力嘅，一定可以咧有个能力去将佢扭转翻去嘅，只不过系你肯唔肯去做，你肯唔肯去开展你自己再一个嘅健康快乐嘅人生噶啦。咁所以咧，想健康快乐，想真正达到长命百岁。而健健康康无疾而终啊！不过基本上而家应该可能咧，要会系超过100岁嘅人咧，越嚟越多啦，系啦，越嚟越多啦，系啦，咁所以咧，每一项嘅嘢咧，我哋都要去注意，即系唔好谂住迟啲先做啊，忽略咗啊，或者啲嘢，或者唔好啦咁样样嗰个情况嘅时候咧，应该咧积极
去即係施行呢一個點樣樣可以嘅健康嘅快樂嘅。咁喺我哋嘅健康店裏面呢都有好多呢啲嘅工具呢可以提供俾大家。當然啦，想詳細啲知道嘅可以點全面性去保持或者去促進呢一個健康嘅人生嘅呢，咁袁醫生呢亦都好歡迎大家呢可以嚟做一啲嘅諮詢啊啲嘢咁樣樣。咁我哋剛才提過了，大康自然健康中心不是只是幫人醫病的，最終的目的我們其實是想促進呢是人類 的， 那個的健康那個問題是來到得到的一個的改善，一個做到一個很完整那個的人健康的人生來的。OK， 好，今日分享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咁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咧，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而喺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我哋嘅网址www.soulcea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